就咱在放飞之前，在一个笼子里给它放活的食物，鸽子了，因为鸽子飞翔速度快，如果说它这个鸽子在笼子里边一放，它飞翔过程中把这鸽子抓住，它在野外捕食就没有问题。投放到野外之前，像这大型的鸟类，咱基本上都给它挂着跟踪器呢。如果说它在飞出去，在野外，它在有什么状态了，你比方说它又飞不好了，落在哪块了，起不来了，咱能及时的再给它二次救助救回来。看到这些鸟儿飞回蓝天，我的内心也跟着一起飞向了天空。保护动物、爱护鸟儿是一个永久的话题，需要我们人人参与，付出行动和努力，让鸟儿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态环境。